玉娇兰，乃是凤凰门第一代掌门人，不但功夫好，而且不畏强敌。当年单挑日本拳王，用生命捍卫了龙珠尊严。为了纪念他，武术界送了他一块牌匾。这位玉娇兰，就是我的祖师爷。2018年5月21日，一个适合表白的晴天。今天呢，有个大事，就是封唐大要挑战谭美丽了。我叫谭美丽，凤凰门第18代传人，在玉娇兰的光环下，我可是炙手可热的拳坛明星。今天有人为我们家这块牌匾挑战我，我应战了，因为我是个唯物主义者，金钱至上。网上有人发起了集资暴打谭美丽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唐老师，唐老师，你的新歌上架了，都说很难听，这次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Beauty， 上午10点有个蒙面拳击手，下午2点有个拳击手好声音，3点有个网友直播，晚上8点是 Mickey 的大型年代秀绝世拳王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，傍晚有个甜美小屋的慈善活动。我像慈善家吗？你最帅。Beauty 哥，你的对手东堂大是日本连续5届的自由搏击冠军啊，大家都觉得明天你会醒在医院里面，你怎么看？那我就让明天消失。这里是蒙面拳击手比赛现场，今天对阵的双方啊，是捉妖搭线燕赤霞，还有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现场哎可谓是漂亮，大腕云集啊！好，比赛开始了，双方展开了对攻。哎妈！燕赤霞用脚丫子凑孙悟空，瞅你，瞅你，再用鼻子挠燕赤霞脚气儿，现场更你妈激烈呀！漂亮！穿得这么漂亮，你是不是谭美丽啊？这就是我，一个拳坛的综艺感。虽然我拳打得不好，但我还有一个最忠实的粉丝。把时间来参与我们的美丽，来来来，拍照，美丽帅不帅？要不要火焰？要不要火焰？美丽队长，勇士站起来！3、2、1，啊！走呀！是绝世拳王，有请蓝方代表谭美丽。怎么又玩手机啊？这不美丽哥打拳赛吗？我看。5号机给牌匾一个特写。啊，卡妈妈。哎呦！这不美丽哥，凤凰门第一代掌门玉娇兰啊，曾经和东堂大的爷爷东堂千岁有过一场比赛。玉娇兰为了捍卫中华武术界的荣誉，倒在了擂台之上。东堂大的爷爷尊重对手，他竟然认输了。而今天东堂大要再次挑战凤凰门，赢回当年的荣誉。默默，加油啊！爱你们，比心。美丽，我再给你讲一下今晚的剧本啊。一会儿呢，一开始你对他先展开进攻，第二回合的时候呢，他对你开始进攻，然后360度摔倒在地，再然后认输。亲爱的，你真棒。今晚吃什么呀？你说。狗不理包子。加油。比赛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台上的气氛是非常的紧张啊！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到底鹿死谁手。
大拿到了一线。我听说韩美丽打拳差，没想到这么差。你没读剧本吗？是我先进攻啊！老板，我们观看直播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个亿了。Double kill！ 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把剧本打啊？对不起。啊！喂！喂！我。过来，终于按剧本打了。竟然举起了白毛巾！打的什么呀？斯盖文，再夸的斯盖，红方向。没想到，我爷爷尊敬的对手的后代，是个废物。他竟然击碎了牌匾！太过分了！把老娘的脸给我！生命一代宗师，垃圾！谁是垃圾？你们，你敢说我是垃圾？老子跟你拼了！来人呐，放开我！别来给我！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对他，但是我们赚了1000万。突然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高大了起来。晚上吃什么呀？狗不理包子。今天谭美丽太让人失望了，不禁让我们感叹当年凤凰门的精神何在。谁给结工资啊？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再说一次，汉奸呢？你有种的再说一次！你知不知道，你把你祖师的脸都丢尽了，汉奸呢？你喜欢怎么说怎么说，反正我无所谓。你叫我祖师来打我呀，笨！哇！今天是2018年的5月21号，一个适合表白的晴天。今天呢，有个大事，就是东堂大要挑战谭美丽了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要靠近我！我有个清白，你给我回来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
人发起了集资报答谭美丽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唐老师，你的新歌上架了，都说很难听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？Beauty。上午10点有个蒙面拳击手，下午2点有个拳击手好声音，3点有个网友直播，晚上8点是 Mickey 的大型年代秀《绝世拳王》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，傍晚有个提美小屋的慈善活动。别这个，这不是昨天的事吗？啊，你胡说什么？走，站住！站住！不要过来！干什么？我不认识你！干什么？苏脸的床上！给我穿上！知道吗？都拍到了，很严重。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解释一下。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。你说。我一觉睡醒呢，他就在我身边了。你知不知道会损失多少钱？我打死你！干嘛啊？俺娘说了，在一个床上的就是俺的男人，你不许打他。我这不是暴脾气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看，别打了！对对 对, 对，是我们的失误。我知道。装垃圾桶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按时到。哎，放心。那儿等着呢。是。没问题。好。那就这样。好嘞。哎，谢谢啊。这种货色你都下得去手，口味也太重了吧！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才会信呢？他真的是突然出现在我床上的。你不觉得你给我讲这个故事特别狗血吗？喂，哎，你好，啊，我知道我们10点有蒙面拳击手，啊，那个我们的车在路上出了点小事故，啊，对，我们马上打车就到。好，我们 Beauty 哥是特别专业的，嗯，好，拜拜。么么哒。喂，一会儿10点要露蒙面拳击手啊。对呀，早上就告诉你了。那我的对手是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呢？还春光灿烂猪八戒呢。今天是几号啊？哎，你俩昨天晚上干嘛了？嗑药了吧？今天是几号啊？2018年5月21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今天几号啊？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2018年5月21号。喂，哎，师傅您好，哎，我们在解放路。对，你叫什么？麻烦了啊。玉娇兰。租界火凤凰，我的祖师爷。好嘞。不可能啊！那你回来。我挺你，美丽哥，你可来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也不多说了，跟你讲讲剧本。今天你对战对手呢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扮演的是捉妖大仙燕赤霞。首先呢，咱们是对攻，然后呢再转地面三，最后呢你对战苍。360度倒地吗？专业。喂，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喂，你刚才说你叫玉娇兰。跟我走。能走了？你是不是也想跑啊？不要因为我们蒙面拳击手是小节目好吗？违约金可好贵啊！痛死了！看来不是梦了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咱把事情捋一捋啊，你叫玉娇兰对不对？那么你是民国人，这个叫智能电话 ，OK， 这个叫人民币，知道吗？
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属于这个时代。那怎么办呀？停停停，别哭，你听我说可以吗？你一定要想办法回去，如果你不回去呢，就不会有凤凰门，没有凤凰门，我就不是我。啊 ？OK，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，一定是跟平行时空有关。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埃弗莱特说过，孤立系统化的演化都是遵循薛定谔方程，波函数不会崩塌，而量子的测量却只能得到一种结果，也就是说，处于叠加状态啊。喂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就在这个冰湖旁边。对呀，你人呢？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在你背后呢。谭美丽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知不知道违约金要赔多少钱啊？哎，小曼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祖师，我祖师爷啊！我还是你大爷呢！我再放肆，你就出手了！我去你的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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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龙头是往上掰的，不是拧的。给我啊，我帮你弄啊。你出去！不，我出去！不，我出去！我出去！谁啊？谭美丽，谭美丽，别出声啊！出去，谭美丽，谭美丽，开门啊！谭美丽，你知不知道你迟到了？是你求我才帮你联系东堂大的。不是跟你说过要叫我的英文名吗？叫什么呀 ？Beauty。Beauty。嗯，狗名啊。为什么我会住在这里啊？那你想住哪儿？五星级酒店，落地窗，按摩浴缸。那当然了。不是，发烧了吧你？谁呀？B-box， 不不不不，躲开！这谁？我我哎我！谁也没被相扑，孩子真的搞笑！不不不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啊！哎，这谁？你怎么那么凶啊？谁让他先打俺的？谭美丽，哇 ，F 四啊！这个人呢，可是一代宗师，我不怕的啊！抓住他！喂，你不是一代宗师吗？三美丽，三美丽。哎，我怎么看您那么面熟呢？今天几号啊？干嘛？今天几号啊？5月21，哪么了？我们是停在这一天过不去了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6块。嗯。喂，我的钱呢？今天是2018年5月21号，谭美丽要挑战东堂大了。听说两人是宿敌，你不是今天晚上
挑战日本拳王那小子吗？我挑战他，是他挑战我啊！别逗了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当年武林大会，玉娇兰参加比赛下落不明。电视。有人说他害怕逃跑了，也有人说他被日本军官暗杀。今天他的传人谭美丽将挑战当年对手的后人东藤大。当年啊，你祖师爷做了逃兵，今天你可不能这样，打败小日本。这锤啊，我送给你了啊！哎呦，俺不是逃兵。他怎么会是逃兵呢？他是民族英雄啊！嘘，我呀，我还霍元甲呢。可俺不是逃兵。你别烦我了，让我想一想。你来之前，拳赛开始了没有？没有啊，拳赛是明天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明天呢，就是我的昨天，在你那个时空，你没有去打比赛。所以呢？你没有去打比赛呢，我就没有牌匾。如果没有牌匾的话，我就不是明星，我就没有钱了。谭美丽想要证明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帮助她实现这个梦想。这是一次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比赛，美丽，加油！好嘞，米奇哥，给我们预计一下今天晚上的点击数据呗。小目标，一个亿。咔！谢谢你啊，米奇哥，感谢你，客气客气，帮一下忙。不用不用，我自个儿来，自个儿来。没事没事。哎哎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辛苦啊。哎。米凯，他没给跑了。什么？你不是已经搞定了吗？对啊，他一直都很听我的话。可是今天我突然发现他身边多了一个女孩，还跟我打了一架。女孩？谭美丽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等一下，免提。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人家快担心死了。还有，那个女孩到底是谁啊？你要跟人家说清楚。人家的小心心都快碎了呢。哎呀，我这边信息量太大了，咱们能不能见面说啊？哦，好啊，那你给人家发定位，人家一会儿就过来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件女孩的衣服来啊？哼，他会不会察觉了什么？不可能，他没有那么聪明。无论如何，他今天晚上一定要打这场比赛。他当然得打，而且必须得输。别打！求你们千万别打！其实呢，这是一个误会啊，是个误会。美丽啊，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你原谅我。不！拿着，骚货，你穿这样谁骚啊？好了，看看你还腿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穿的胆小。跑哪儿去了？都在找你呢。啊？他是谁啊？啊，这位是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今晚。绝世拳王的制作人米奇 ，Hello， 啊，我姐妹，讨厌啊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走了，不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绝世拳王。半个月前，谭美丽惨败给东藤大，今天再次挑战。谭美丽的执着，让我们在场的所有观众都非常的支持她。虽然当年他的祖师因为不明原因没有比赛，但是我们相信今天的谭美丽一定可以创造奇迹。我希望在场的所有观众都可以为谭美丽加油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发型今天特别流行，特别漂亮。这真的是我的祖师爷。俺有那么老吗？就是，怎么能叫祖师呢？我们都聊好了，叫姐姐，姐姐好。我说的是真的。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你先打完比赛，一会儿我们再聊。打完比赛又要回到今天了。哟，胆小。全部人都等你上场呢，准备好没有啊 ？OK。OK。走吧。我们去下面看决赛。加油。加油。合同签了没有？加油！美丽。
能不能打？谭美丽，住手！偷袭啊你！不，现场出现了突发情况，徐月雪，我向你偷袭！徐月雪，快点打死他！让神，让神，让神！我们冷静一点啊！啊，这是在比赛，我不能跟别人动手，不可以。我觉得我被他们利用了。谁呀？米奇和我的经纪人。对不起啊，都怪俺。不关你的事。因为俺没去打那场拳赛，做了逃兵，让你停在了这一天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去打，会死，你还去不去啊？俺会死是吗？我是说如果。会去。明知道会死，你还要去啊？我们家的武功是传男不传女的，所以这次去，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为什么你不会功夫还要去打呢？俺爹病了，整个租界就等着我们家出手。日本人挑战的不只是我们家，而是整个武术界，不能让日本人觉得我们好欺负。哎，整个武术界又不止凤凰门，还有很多武林高手，他们个个都袖手旁观，根本就是借刀杀人。不，那是荣誉。人死了哪儿来的荣誉啊？俺爹说了，有些东西比命还重要。人家是坑爹，你爹呢是坑女儿啊。不是的。谭美丽，米奇这边呢帮你联系了再次挑战东堂大，我现在过去酒店找你，我们见面聊。再次挑战，没错啊，还是5月21号。养尸拳王谭美丽虽然在半个月前再一次败给了东堂大，但他还是要向东堂大发起了挑战，不知道他这一次能不能挑战成功呢？现在全民都在为他加油，加油！走了，时间走了。什么走了？这么说吧，我们呢虽然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，但是呢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会改变未来。如果我打得赢东堂大呢，那我们就赢回荣誉了。笨，可以赢回钱了。那俺就不是逃兵了。耶！等等等等等，我打不赢东堂大的。没关系，咱们现在不是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吗？啊！你每天去和那个东堂大打，然后我就帮你记录他的出招顺序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打赢他的。耶！慢。那岂不是我每天都要被他打吗？谭美丽，你知不知道你迟到了？看什么看？ Beauty。来来来来。
这里是绝世拳王，今天呀、啊、可以说是两位选手的宿命之战。小心！还来以为我傻呀、啊？加油，谭美丽！加油！祖辈是江湖的大掌柜，单挑打擂，转身亮相，喝的一声你吓退，左拳打泰国拳王，空手高手摔招手，右脚踢日本下扑，一串零脚请开庭，旋风腿、瘸子腿、借步鸳鸯连环腿，太极拳、咏春拳、五种鹤阳金枪拳，招式太多，需要内功太难学不会，但是我像你一样，怎么打也打不退。五发冲冠，凭栏出虎，小水玉血太阴门。天长啸中怀自铁，踏破贺兰山安全。今天晚上是谭美丽第十五次挑战东方大，让我们为她加油。哎，那不是谭美丽吗？哎，这不是参加绝世拳王的谭美丽吗？哎，真的是啊。打不倒就是打不倒，打不倒一代宗师的台北，打不倒二代宗师。还能不能打？我说你，你能不能打？我不要打。祖辈是江湖的大掌柜，单挑打擂，转身亮相，呵的一声你吓退，左拳打泰国拳王，空手高手摔招手，右脚踢日本相扑，一串零脚顶太轻，旋风腿、瘸子腿、借步鸳鸯连环腿，太极拳、咏春拳、五种鹤阳金枪拳，招式太多，需要内功太难学不会，但是我像你一样，怎么打也打不退。五发冲冠，凭栏出虎，小水血太阴谋。长啸中怀自铁，踏破贺兰山安全。加油加油！打不倒一代宗师的台北，打不倒二代宗师不后退，打不倒。既然你很强，你很烈，打不倒，打不倒就是打不倒，打不倒一代宗师的台北，打不倒二代宗师不后退，打不倒。既然你很强，你很烈，打不倒。美丽停专日活动了解一下，谢谢。美丽停专日活动了解一下，美丽停专日了解一下，美丽停专日了解一下。你骑那么快干嘛？谁让你跑那么慢的？美女你好，美丽停专日活动了解一下。你不是那个谭美丽吗？谭美丽来了，谭美丽来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是我们婷美小屋为各位老年人们准备的一场美丽停转日的公益活动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会用我们的产品为大家把今天留住。而且，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打不倒的拳王谭美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谭美丽。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这个活动。今天呢，好像过了100次了。不过呢，我最应该来的地方是这里。
婷美小屋很用心的，大家都是美女嘛，每个人都想停住时间，不想变老。所以今天我想让它停在这里。好了，煽情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，唱首歌给大家听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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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事，那还能有我唱歌难听吗？滴滴答答，时间不回去，我却可以停在这里看看你。秒针停，时间紧，时间乱得可以，唰的一下跨不过去。迷迷糊糊让我遇见你，美丽的时间变得更加美丽。你的笑，你的迷，让我为你着迷。时间停在这里，想要停在这天不改变，细看你不会变老的脸。时间转，我们停不改变，昨天今天都因你改变。我不会放手，就算世界乱了变了也不会走。停止转动，美丽遇见你。大家一起唱吗？想要停在这天，我想我不会改变，我选择停在了今天。美丽停转，现在仔细看你一遍，我想我不会改变，我选择停在了今天。我想停在这一天，今天是我最美的一天。好，美丽，你唱歌那么好听，为什么刚才那个老奶奶说你唱的难听啊？现在的观众呢，都喜欢极致。我唱的好呢，不一定被认可；要是唱的差呢，还是有很多人做不到的。真搞不懂你们这个时代。在你们那个时代呢，想让你输，打死你都不认输。在我们这个时代呢，想输很简单的，拿钱来啊。你现在这么努力，就是为了拿回你的钱啊？是啊，不过是以前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可能这是命吧，你相信吗？美丽，俺为你骄傲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我帮你吹一下。好了。俺其实
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喂。喂，谭美丽，你怎么还没到现场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的拳赛非常重要，你签了合同的，你要是迟到，你就完蛋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哎哎，没说完呢。走啊！这里是绝世拳王，有请蓝方代表谭美丽。这场比赛已经是东堂大和谭美丽的第50次的比赛，每次谭美丽都会输，可是每次她都要再次挑战，这是一种精神。开场谭美丽就占了上风，上一次她可是被东堂大打得满地找牙呀，短短半个月恢复这么快，你说她捡到武林秘籍都有人信。第一回合结束，广告时间。飲んでください。哎呀，喂，今天有点不一样啊。你呀，总算撑过了第一回合。ゆっくりしてください。黙れ花子、俺に教えるかい。美丽哥哥，我们有个直播活动，能不能邀请你过去啊？去吧去吧。谢谢谢谢。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，加油。其实啊，很简单的，我们平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您，你也就打个招呼就行了。是吗？不许说话。谭美丽呢？我不知道。喂喂喂，对不起各位观众，我是绝世拳王的制作人兼总导演米奇，现在有件事情要告诉大家，今天我们的挑战者谭美丽她失踪了。大家冷静冷静 OK。 我们也很着急，但是我们可以保证这真的是一场绝对正规的比赛。但是为了打消大家的疑问，谭美丽为什么失踪了，我们有请谭美丽的经纪人李小曼小姐给大家解释一下。其实多次挑战东堂先生的失败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，我很理解他，所以你胡说。所以我们也深表理解，谭美丽先生，如果你听到广播的话，请你在5分钟之内回到擂台，要不然就是弃赛。等等，谭美丽不是逃兵。是啊，保安，把不公的人给我拽下去。谭美丽她不是逃兵。拽下去，不是逃兵。有一个女人上了擂台，谭美丽她不是。请大家冷静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，这个女人一定是个疯子，我们会解决 ，OK？ 喂，我不是疯女人，我是。我是谭美丽的朋友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
谭美丽她真的不是逃兵。我看着她无数次倒下，无数次挨打，无数次爬起来，就是为了要站在这个台上。是东堂先生他是很强大，我们不一定能打赢他，但是我们一定会战到最后，绝不逃跑。大家冷静一点。 OK， 谭美丽没有问题，她不是逃兵，但是按照我们的规矩，她没有出现在擂台，她就是弃赛，比赛结束。这个比赛不能结束。那你要怎么样？观众等待吃宵夜啊。那俺挑战他。你想挑战就挑战，你要问问东堂先生啊。啊，去啊。ちょっと待て。東南先生、我一定要和你打。你是打不过我的。那我要和你打。我不会留情的。请你尊重你的对手，使全力。一开始。现在这个自称谭美丽朋友的女人已经站在了擂台上，让我们来看看她究竟能给我们奉献出怎样的一场比赛。现在第二回合已经结束了，这个谭美丽的朋友已经体力不支，不知道是否还能坚持比赛。醒醒！喂，醒醒！多惨！喂，醒醒！为什么呀？醒醒！喂，大丈夫ですか？开始了，台上的这位女选手，她真的是很坚强。她又摔倒了。别打了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怎么搞的？她又站起来了。虽然这个女孩不会功夫，但她就是打不倒啊！观众朋友们，给她点掌声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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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什么？俺爹说了，有些东西比命重要。是什么？一口气。为了他这口气，朋友们，给他加油！我刚刚喝错了一件事，走。你做了什么？观众朋友，一会儿再见。张大雷，这话透过被子弹，女人能顶半边天。我玉娇兰还没输。不用担心，东堂大一定会赢。OK， 真的 OK， 你相信我，他肯定会赢的。美丽哥哥，姐，对不起啊，美丽。闺蜜怎么了？有个女人在台上替你比赛。来，快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赶紧报警吧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！啊！这怎么回事？醒醒啊！不能睡呀！干嘛去啊？我们比赛了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相信这个女人是肯定没事的，所以我宣布今天晚上绝世拳王的冠军是她。这是一种精神，也是我比赛的初衷。我觉得这个女孩配得上这份荣誉。还有，女人能顶半边天。嘴巴还不够烦呢！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走就走啊，吼什么？女士，走啊！给我拉下！我自己下，别拽我。你醒了，我
们是不是又输了？我们赢了。那你的钱是不是拿回来了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还赢了比赛，时间会不会继续？你想时间继续吗？可是俺现在不想回去。那样俺就见不到你了。好。那我们就一直停在这一天。却可以停在这里看看你，秒针停，时间紧，时间乱得可以，唰的一下跨不过去。迷迷糊糊让我遇见你，美丽的时间变得更加美丽，你的笑你的迷让我为你着迷，时间停在这里，想要停在这天不改变，细看你不会变老的脸，时间转我们停不改变，昨天今天都因你改变，我不会放手，就算世界乱了变了也不会走，停止转动，美丽遇见你，想要停在这天，我想我不会改变，我选择停在了今天，美丽停转，现在仔细看你一遍，我想我不会改变，选择停在了今天，昨天今天都为你改变，我要停在这一天，我想停在这一天，今天是我最美的一天。今天是2018年5月22号，昨晚一代宗师玉娇兰的传人谭美丽战胜了东堂大，东堂大表明自己不会放弃，一定要打倒谭美丽。除此之外，比赛还有大爆料，据悉谭美丽的经纪人和绝世拳王的制片人涉嫌诈骗涉赌，被有关部门依法逮捕。你的祖师爷会为你自豪的，谢谢。
你知不知道，你把你祖师的脸都丢进了汉奸呢？当当当当！嘿嘿，美丽哥，我在剧总不停的凑钱，你把我忘了？你谁呀？哎呦，我就是二代宗师的导演呐！看啊！我要好好给你解释一下，为了管仲能有更加真实的感受，所以我们不惜成本虚构了一个女一道平行时空的一个假象，从而让管仲朋友看到啊，哎，一个二代宗师的自我救赎，不得不说真是太棒了。嘿嘿，很多化学反应，就你那段什么薛定谔平行时空，哎，说的我都激动。等等，那就是说所有都是假的？当然了，你还真想穿越呀？不可能！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坐垫儿那个老头，《中国好声音》的钟伟强，你不认识啊？嘿，给你看看，钟伟强。嘿嘿，哎，曹操。哎，还有，嘿，嗨，李婷。哎，你跟美丽说两句啊！哎，Hello， 美丽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早就想说了，但是他不让我说。这样的，你下次来杭州，我请你吃好吃的，拜拜。别！哎，优秀演员金丽婷啊，跟你有接触的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员。当然了，我们跟拍的团队也很优秀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几位啊！哎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你那经纪人啊，实在不敢见你，让我跟你解释一下啊。不会的，一定是你们骗我的。怎么能叫骗呢？我做的这件事很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叫不忘初心呐。你说你这骗我，想死你！你别跑，你别跑！啊！是江湖的大掌柜，单挑打擂，转身亮相，呵的一声你吓退，左拳打泰国拳王，空手高手摔跤手，右脚踢日本相扑一串领招，请开镜，旋风腿、瘸子腿、借步鸳鸯连环腿、太极拳、咏春拳、五组鹤阳金香拳，招式太多，需要内功太难学不会，但是我像你一样，怎么打也打不退。五法冲冠凭栏出虎，小碎玉写太阴门。长啸壮阔怀激烈，踏破贺兰山安全。打不倒一代宗师的排位，打不倒二代宗师不后退，打不倒虽然你很强你很烈，打不倒打不倒就是打不倒，打不倒一代宗师的排位，打不倒二代宗师不后退，打不倒虽然你很强你很烈，打不倒打不倒。被是江湖的大掌柜，单挑打擂，转身亮相，呵的一声你吓退，左拳打泰国拳王，空手高手摔跤手，右脚踢日本相扑一串领招，请开镜，旋风腿、瘸子腿、借步鸳鸯连环腿、太极拳、咏春拳、五组鹤阳金香拳，招式太多，需要内功太难学不会，但是我像你一样，怎么打也打不退。五法冲冠凭栏出虎，小碎玉写太阴门。笑中破坏激烈，踏破贺兰山安全。打不倒一代宗师的排位，打不倒二代宗师不后退，打不倒虽然你很强你很烈，打不倒打不倒就是打不倒，打不倒一代宗师的排位，打不倒二代宗师不后退，打不倒虽然你很强。
阳你很烈，